还是热。想完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嗯。这回不能弄得太高了。还好。你看啊，我说哎呀，我的腿不够强。靓仔呀。还是对这帖子的不感兴趣。卧龙那边他们坐的这个时候玩的就不多。那是福州坐这个这那个梯，那个福福天天爬在下面，还坐在下面，好像那个哎呦，叻仔喔，叻仔喔，奥运。